差的代表什么？要饿着老板啦！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这么正式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今天超团结的。大家看到桌上这些器具没有，就知道今天是大企划、嗯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卓一怎么说？我们今天要来 prank 老板，因为最近那个鬼月到了嘛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嘿，这个俗辣，他平常我们约他去鬼屋什么，他都不敢去，超怕。啊、没关系，我们帮你自一个鬼屋。然后我们今天发想了很多个关卡，趁嘿不在的时候先塞好，我们已经串通好所有人了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海娟，哎，你好。我回来了，比较久。哎、欸，怎么？我现在走。我在那个用品室啊。啊，不晚，要用哪一个？那个啊，那个食物的。我先做好。对，你难难得到这么晚，因为明天要上啊。好，谢谢。第二个，那卓一先走了。对啊，先走了。卓一现在没等你。对。哇，等会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太扯了。对啊，
森森，怎么了？我刚遇到怪事。什么怪事？我刚刚不久前有人按电铃，然后我去应门，可是没有人，我以为在 AJ 他们。是。然后后来左一房间纸箱都自己掉下来。真的？对。啊，你回来没看到任何人？没有啊，我刚好跟汉斯擦肩而过，对，就是他刚好离开，好，算了，没事，我觉得只是单纯心理因素而已，你的错觉吧。好、哦。特别上去看，我没看到的，真的。我想说，好，应该都纯属巧啊。你刚有吓到吧？有啊。刚一开始我原本想说，好，你们可能在拍影片的时候，看你在里面。好，我原本就想說，谢谢凯洛。是不是你们在拍影片的时候？可我刚刚去 check， 我刚去 check 那台摄影机跟那台相机，啊，我相机都在桌上，我想说，看，啊，相机都在桌上，哎，你拍屁哦、喔！吓死你！我们很厉害，我们高破藏在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就是电铃还好，电铃我觉得可能有人按错，可能隔壁按错，所以电铃我就觉得还好。而且我刚才打开隔壁看，看有没有乱开门呢？因为今天他们要打牌，然后后来我觉得未显示来电还好，我常常接到未显示来电，而且第一次听到电铃，然后又听到东西掉下来，我就先开灯。你那个是害怕开灯吗？我怕。
个人在工作室真的超可怕。所以汉斯为什么这么晚回去？等你啊。哦，所以你们是串通好的？对啊，我们弄个老半天。加班不是？难怪他怪怪的，他就很奇怪，他不是平常的汉斯。汉斯不会说谎。然后，所以那个最急吧，第一次本是自己移动，我想说还好风吹的。然后第二次东西掉下来，应该不是风吹的，然后我就走进去看，然后我原本还想说，哎呀，一定是左一在里面，我把门关起来，这样我不理他。就后来过了一下子，我发现没有发生其他怪事，他也没冲出来找我，我就想说，我进去哑巴哑巴。然后我站起来看没人，然后我就开始叫声声了，然后敲门，我以为是隔壁，因为超像隔壁咚咚的声音超像的，一模一样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就隔壁啊，别理他，然后我继续看我影片。还敢换黄氏兄弟啊？因为我刚刚在看上班，不要看鬼月特辑。哇、wow. ！然后我看了看，只觉得有点可怕，我就把它卸掉，换了黄氏兄弟。有温度，有怕，难得整到我，漂亮。好像只有我看到你的正面呢，好可惜。而且那个路好像只录到你的背面，可惜。没有，我一直走来走去。是吗？因为我那时候有一幕，那我 check 所有细缝有没有勾破，你没有找到，我还是没看到。我现在看一下，我上面全看，我说，然后。稍微移一下。没有注意到。然后另外一个山那边太阴险。那我们用招九的。我的脾气好，谁会看到啊？还挖坑。里面还有一个。里面还有一个，你要不要去看？真的假的？看到欸，你知道门是怎么关的吗？门是怎么关的？我们是用钓鱼线拉的。所以你有感觉到门关起来吗？我感觉门黑点。那个袋子都有一个洞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钓鱼线哪里有钓鱼线？已经拉掉了。哦，然后让你看到。哦，好屌。钓鱼线在这边，厉害吧？ Okay. 好了，你回去。好，我们做个结尾吧。好，这样做可以的，做结尾。你去那边做的。有，很棒，很好笑，很厉害吧？很棒。好，那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影片。啊，如果喜欢今天的。超厉害，我们团队好屌哦，他躲最久，辛苦团队了，辛苦了。这个反应知道。好，那各位如果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在下方不用按喜欢，也不用按订阅，按起来。好，记得分享这影片，然后按个追踪我 FB， 按照我分享追踪的社会，人生第一次被整。应该说被成功整，对，大部分我都会把它抓出来的，第一次，很棒，耶！你们给自己拍手，很棒，耶！好啦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，拜拜。